坚持冇拖拍，吴千语佛系女生等缘分到。寻日吴千语现身品牌活动，佢表示隔一段时间就会翻北京工作，因此北京已经成为佢另一个嘅工作基地。问到佢有冇新恋情嘅时候咧，吴千语啊斩钉截铁咁话自己冇拍拖。对于早前同内地富三代传出绯闻，佢话每次同异性朋友食饭都会传绯闻，仲表示自己忙于工作，根本冇时间腾出嚟谈恋爱。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北京，无论是见人又好，去拍杂志做访问咁样 ，from time to time 都会去一去啦。咁之后就会去横店咯。下个月头可以去北京，跟住要去横店，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喺内地。未啊，有冇好介绍？你咪有个绯闻啊？每一次同男仔食饭都会话拍拖啦，食下饭啫，咁都要有啲机会噶，系咪先？但系俾啲机会佢啦。即系讲真，而家成日咁样飞快，其实都好难去去有进一步嘅了解咯。但系冇嘅，咁即系我觉得冇乜所谓呢啲嘢，缘分到咪拍咯。